十几年中间，只要妈祖有来，有经过大家，不管有经过无经过，阮一定拢会摆香饭桌，甲来敬候妈祖婆。那经过，阮当时上满意。那拄啊，伫咧拜拜时阵，就有甲小妈祖祈求，经过厝诶，当树吼一个。那不管我礼拜五拢无定，然后来拜拜，祈求规家大小平安顺心。然后无想讲妈祖婆经过了，然后伫路口行桥，搁歪头过，等下出来做客，真诶足欢喜。只要妈祖有来，有经过大家，不管有经过无经过，阮一定拢会摆香饭桌，甲来敬候妈祖婆。那经过，阮当时上满意。那拄啊，伫咧拜拜时阵，就有甲小妈祖祈求，经过厝诶，当树吼一个。那不管有礼拜五拢无定，然后来拜拜来祈求规家大小平安顺心。然后无想讲妈祖婆经过了，然后伫路口行桥，搁歪头过。等下出来做客，今天就欢喜。那在四年前，三遍妈祖给我一个功课，让我就是梦到就是有大大小小的小朋友在跳舞这样子。那我就想说，我的梦是不是真的？那我就飞奔去三遍妈祖宫问妈，三遍妈祖说，是不是希望我聘请一个大大小小的舞团，然后出巡的时候表演给他看。他连续给我三个圣杯，那。这个老师就是为了圆我跟妈祖的梦，所以今天就有特地来演。对对对，然后已经训练他们招生小班，招生了两年。心的脚步，今仔。
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山遁毛走。走，心坚定的理想。
白沙屯妈祖的渊源已经有11年了。那在4年前，三遍妈祖给我一个功课，让我就是梦到就是有大大小小的小朋友在跳舞这样子。那我就想说，我的梦是不是真的？那我就飞奔去三遍妈祖宫问妈，三遍妈祖说，是不是希望我聘请一个大大小小的舞团，然后出巡的时候表演给他看？他连续给我3个圣杯。那这个台南南风艺术表演团啊，我跟他接洽，今年是第3年了。那我在这途中是发现三边妈祖跟白沙屯妈祖非常照顾我们国家的幼苗。那我3年前就跟他们预定好说，我会连续聘请你们3年，但是你3年的时候要给我小朋友。那这个老师就是为了圆我跟妈祖的梦，所以今天就有特地来演。对对对，然后已经训练他们招生小小班，招生了2年。